厉害呀，这个号都能打过，这下应该没什么问题了，已经有战哥的加持了。快打快打快打，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、零秒，重开。这次有戏哈，这不是我们叶兰，叶兰真好看。那他面板，我也没有看他的面板，我直接是按他的记录走。这叶兰也不怎么厉害呀，这个号都能打过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号如果说是我那几天对过一星期之前吧，我这个号打不满。他这个国家队不是很强，这叶兰国家队命中率都很低。要我看外边，我都不进去给他打了，真的，兄弟，看外边我肯定不进去，我连打都不打。我出来之后才看到他这个，结果打满了。他这个号很难打，他这个优拉估计打不中。他只要是有一次不爆，我就不好打了。你能明白吗？就贼难受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找老婆，找游戏里面的我喜欢的角色，除了雷神，我就选择优拉。优拉太适合当媳妇了，这个。OK 不 OK？ 好笑不好笑？哎呀，他这个号怎么打呀？你老缺斤少两的呀。缺胳膊少腿的是好看，他升一物啊，我也没有仔细看，他不是专属升一物，这再不过吃屎，兄弟们不攻，来开大招，开大招没好，问题不大，来得及，来半天给大，再见，一不攻，一，哇，这个号怎么打呀，兄弟们，跑个 C 啊，这个号不好打，老师。奈西，奈西，可以呀、啊！今天什么号都能打满。